无明的升起，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如何观察元气。有知识上的学习，还需要实修实证的机会。佛文化禅观研发社将在南投正醒禅院举办为期20天的清净道禅修营。我们在10月1号哈到10月20号呢，我们在埔里啊正醒禅院呢有举办这清净道禅修营。那这清净道禅修营就是依佛陀的教法《阿含经》以及《清净道论》的修道次第啊，来引导每一个禅修者。那我们所教导的方法啊，最初呢啊，从这个安般这出入席来带领各位，能够清楚的来学习专注呼吸来禅修。那借由专注的呼吸啊，专注的呼吸来培养禅修稳定的心，借由稳定的心来培养对呼吸的正念正知，甚而能够达到禅定。从这个片坐相的升起、取相的升起，到四相的升起与呼吸结合，借由专注四相的光，成就这个进行定，然后再培育的定力的稳定，达到进入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进而能够呢，依这样的修道次第呢，能够带领各位进到止禅、进到观禅的一个修持。那么呢，我们也希望呢，哈、哦。每一个大众们、哦、能够有因缘或者是可以拨空呢，也可以来听闻来学习佛的教法。所以这个止观、哦、是依佛的教法，依佛的阿含经的一个开示的指导的教导方式，以清净道论16观智的一个教导方式次第而来修行止观。以清净道论的次第为依据，令有心禅修者能入4禅8定，证得内心清净。大圣禅师将以个人的实修实证经验加以传授，欢迎大众于国历10月1号至20日前往埔里正醒禅院共参清净。法界新闻吴永曲高雄采访报道。